公主要来过国之事，也令得了解万路当中撞到危险，事体也不知如何啊！公主，已经点是五条门话了。既是如此者，传伊往靠近街。要是，公主娘娘，公主，公主，心不谦，让你受惊了。喂，多谢父兄，有。王嫂随身，我请平安啊！在哪里嘞？搁再来问你，如今楚桥在哪里？楚桥正在李凤兄身边。你这干言，单好因一干人马回转。啊！一死啊！破水叫先生，来人，这边在破水。你那个飞起来了？别别忙，别忙，别忙。看你家结婚未？好，确实有影真好打。踮在山上所在，占山为证，立即改连，马上出战，日后也会当平定百姓生活。殿前不输，小等一下，怎样？国叔，你暂时莫害伊，因为方才无甲伊交谈过，我感觉伊好亲像一个人啊。好惨像一个人，到底是谁呢？阿拉兄弟看兄弟，你是不是天佑？不是啊，好了，天佑反差做错，王高林南将军不计其数，那有可能是破坏的身份？杨哥，伊的声音，也够伊的行为举止，明明就是天佑。我不是我天佑，你赶紧承认，你承认你是天佑啊！安叔，你枉法无情，今天什么时阵啊？我反差做错，这个山头来到这啊，连台湾都不够啊！好，剃头当家做，爱死唔惊你宝贵头做，哪里了？无论是去走，没有去。到底你如果是何人来到金龟山头？我是叫你生你陈处人，哪里了？要看，大家没事看台。我没生台，我没生台，伊是大王子，在是阮家收留起来的。伊是天佑，是啊，确实有影好大。你这精神囝，生来对你的侮辱回来，然后往到你南昌军无成，既然九里山所在又搁再来做插曲，罪加一等，不能升迁，走，再见。一切以来，都是伊老金门托用上来哩。主教的王爷，那是清清菜菜一个人，那是变得无乱话，安尼岂不是我整条性命都要到死？你讲了有道理，我问你，你有何证据？证据天上金牌，滚啊！王爷，证据在手，你有何辩解？他说讲。人若是要伪造我的证据，伪造我的印象，那那是岂不可是？这不一定也是假呀！我们哪有可能做出伤害你的指示？阿娘、啊，好了，剑锋，现在证据在这，你去叫小心要辩解吧。我其实一来二去，并非大风家要来轻薄我的阿娘，是我的阿娘。伊处处要为我设想，要为我占地位，才会当为 我来侮辱大风兄。好了，阿娘，一来二去，拢看个甚样清楚。我拜托你，赶紧清醒。如果你也无法度清醒，我一死下罪。干嘛？干嘛？你何以用如此呢？而是混清楚，干嘛？干嘛？你相信？你知不知龙高为你有什么话要变态？我有资格，就是要为你结婚，让各位看上。
纪念你的今生，我到底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义？阿娘带你来，妈妈在旁边吗？那好穿那都见纪念。这是皇帝对我的怀疑，可是做起来真失望。你我，你是贵的副主席，上得过，得得过高位，一个老筋斗。有皇帝在讲，做起来当然要原谅你。不是的事实，无不是的事多，是好，是我一时糊涂，受意变黑。今仔日这我是正的代志，要拿正的人事。哎呀，代无做啊！一秋香，当初是为了介适合婚姻大事咯，你我当初是无介爱你。我总是我形象的眼光嘛，你是叫我黄江兵的咧，无我嘛无啥物错哩，啊无你嘛留一个给我，无影啦。其实一见钟情，但可是两国为敌，所以婚姻大事当然袂当讲到这么大方啊！我接受你，你是咧，你目睭是咧睁不开。好啦，放心啦，以后我伫咧身躯边，我好好照顾你，吃虾啊替你剥虾啊壳，吃鱼啊替你剪鱼刺。啊，那无你的计就要安怎？哦，那要拿安尼是好，以后咧，我讲你是相信对。今日拢留点在这湖中内国的所在，要哪里？我才好配合。我讲就是嘞，我所优秀的，我若不是你的大哥，你嘛袂用这哪事？你爱看的，后壁十八岁，把人当作什么？给你拖，拖到规身躯，你刚才我歇了歇几个月。后壁这误会嘞，你家己受伤，你要搁怪别人，搁怪我家来的。你这唔对代志，我当作。你是海上动物，你跟你兄弟，大家都在看，是你给我糟蹋对不对？啊，大家看对不对？这拢是误会啦，既然误会，人家说清楚就好，也好好疗伤嘛，参加你的利用，免去的见怪。那咧以后，婚姻大事，咱太太恁相问好了哩，这个机器婚姻啦，毕竟家己的信用是建立在婚姻的基础。